谢大家打开小编的这篇文章。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娱乐圈的一颗新星蔡文静，出生于湖北宜昌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中国内地女演员。2009年因出演第1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主席曲《绽放》女主角，正式进入演艺圈。2009年到2018年十年的时间，她出演的电视剧也不在少数，在《匆匆那年》中饰演林佳默，和杨乐合作。在《加油吧实习生》中饰演周格格，和赵丽颖、郑恺合作；在《画江湖之不良人》中饰演姬如雪，和郑业成合作。和这么多大咖合作，蔡文静也是与观众混了一个脸熟，观众仍然不能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从她演的电视剧中可以看出，蔡文静是一个演技很好的演员，这样的她运气也不会太差，观众不知道她也是暂时的。直到蔡文静遇到了他，没错，就是张一山。蔡文静和张一山因为七个吻而认识。该剧由张一山和蔡文静主要讲述的是拥有七重人格的财阀三世沈亦真结识秘密女主之医生白欣欣，与其相知相爱，最终得到救赎的故事。白欣欣由蔡文静饰演，她的表现可圈可点。可是你做的再好，也可能会出现异样的声音。可是上天还是眷顾这样努力的蔡文静。因为七个我，蔡文静获得腾讯星光大赏年度潜力电视剧女演员，也不算辜负了她长期以来的努力。这样的蔡文静你们喜欢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足迹。图片来源于网络。